园林高中赞，黄快马赞。我认为就是教育可以翻转贫穷，所以不管现在家境或是家庭状况如何，就是你只要努力认真上学，或是就是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出路，然后才可以改善家庭经济，然后也不要怨天尤人，或是觉得自己做不到。他的努力，那我们社会给他支持，我想他会翻转他的人生。哦，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好，那也期盼比较弱势的孩子，也要大家都要积极努力，我想都会有很好的亮丽人生。努力，所以这一次他可以以四个学期校牌都是1%的优秀成绩，透过我们台湾大学的特殊选材的希望入学，录取医学系。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在地就学，然后努力一个成功的例子。园林高中赞，黄快马赞。